糖尿病的病人实际上我们说是可以吃水果的，但是呢也是有一点要求。如果是血糖控制好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吃，但是呢我们建议你吃的水果它有一个这种水果的时间和水果的一个品种都是有要求。那么吃水果的时间一般我们建议两顿中间吃，你千万不要饭后吃水果，这个是对血糖升高是非常的一个作用非常的大的。那么水果的品种啊，那么我们现在水果那么多，那么水果的品种总的来说我们选择一些含糖量比较少的，也就是说它的我们平时感觉糖分不那么高不那么甜的一些水果，比方说苹果啊、梨呀、桃子啊、这种菜瓜呀，然后这种比方说这种草莓啊等等，就是这些相对来讲它的糖分不那么高，那么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吃适量的水果。当然了，如果是你这段时间血糖特别的高，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先不要吃这些水果。